online。好哦，FPS 猛掉。教你哦。你在哪？我在那个 A3 的地方。就等下，我一定要换东西。等下，我放个程式哦。好，灵光都关了。Hello。我卖个东东。SP，我再传点给你哦。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只剩？去哪？我不你知现在道。我还没开，我还没开。你现在任务是只剩 Shadow of the Vault。等一下哦。要按什么？哦，You。对对，只剩 Shadow of the Vault。好，对，那你身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Apex 的 APU 对，等的一下，之我也类要的？先买东西，有超多东西。好，你慢慢来。哦，有点久没有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如果跟我组队之后看到的东西也会变黑黑的吗？什么意思？要看到东西有一点黑黑就我现在看到的是一片黑黑的，就是一个被污染的地方。不会，不会。我开传点了。怎么一直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？应该是我脑中的声好可怕音。哦！没有啊，就是因为刚一直狂听炉石的配乐，然后现在有一点余就音缭跟你绕。们玩游戏不可以乱听配乐。炉石的啊，炉石背景音乐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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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记得点传点哦。不要，为什么一定要点串点？你准备现好了吗？在要去哪里？哎，我的 W 这可以干嘛？你看一下，这是可以干嘛？哦，就你旁边有挂的话，你会有红色的球球。那可以干嘛？红色的球球可以让你比较不容易死。哦，好。为什么红色球球可以比较不容易死？因为它是固定减伤，它会帮你加援助抗性，可是不会破表。反正它固定减一颗球，固定减4趴还是10趴伤害？所以，那到底抗性会不会破？会不会破75%？有办法让抗性破75趴，可是不是靠红球。那我就不需要那个球啊！我抗性，那我它抗除了性抗嘛。性以外，还会固定减伤75趴，所以也会减物理伤害。下符咒。每次都已经没怪，你还一直打，没有，因为好可怕！我挥一下就会挥3下。我知道啦。发冷气。
个坦克哎、欸、啊，你开始了。我现在血其实太少。为什么你会回血？你是喝水还是喝水啊？喝水，然后自然会回一发。一发也太少。哎、欸，我在右边，我在右上。看小地图，快点过来！我马上开那个 chest 而已。而且为什么我打不开那个 chest？ 我打开了。那为什么我打不开？你打得开吧，没点到吧？哦，好痛哦！你有什么不缺魔、啊？很奇怪。你说我？我说我。哦，因为我在你旁边。我开那个啊。对，我在旁边。因为我开回魔的。你不是也开回魔道？啊、我调个跳出去调个声音哎、欸，啊算了，我在里面调。这还蛮危险的，都是。哎、啊，我先调声音哦。啊。他们。这种调好像没调一样。哎、欸。我想要调你放技能声音啦，超大声哎、欸！是从 Skype 传来的吗？不是啊，从我的话筒。哦。有时候开不起来是因为很累的。哦。嗯。我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看一下啊，应该是那个会吸引怪去打他吧？那好吗？嗯，就可以保护你啊。那我需要吗？还是把它换成跳来跳去？换成跳来跳去。好。好，找到了。我需要打完了吗？哦，还没，还没，应该还没吧。里面有很多怪吗？嗯，而且要冲出来。
哦，难怪。挡不住哦！太难打了。那、啊、我有另一招可以用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我们不应该开这个门。你在哪？那些蛇会造成混沌伤害哦。嗯。对，压还蛮痛。你认识他们？对。但我想调一下设定。哇，那我帮你看个路。Oh no！ 如何？什么如何？有一条设定。超好了，我不是在你旁边吗？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好像在这里。有那个图案就是要，就是不会死。什么图案？你有看到那个很奇怪的图案吗？刚刚没看到、嗯。好吧。比如图腾哦。对啊，就有那种会让周围的怪不会死的图腾。哦。或是精英怪或黄怪，然后你要先杀那个黄怪之类的，好，其他才会死。那不会死是怎样？不受伤害还打死又复活？就是会剩一滴血，然后继续活着。哦，然后找到路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赶快
跑过街和地方。啊，是哦，那不是可以顺便练等？可是你去理论上，你去那个 X 3的一开始会比较好练。哦。理论上。看那个像眼睛一样，然后一个十字转转去那个，哦，就是那个，哦，对，那个就会让周围怪不会死，可是他们如果脱离那个范围的话，就会死去。但他们还是死啊，因为他们脱离那个范围了。哪个范围？这一个图层。我知道那个图层。需要先打图层啊。可是我们刚在那个范围的边缘。哦。所以就还好。跳不下去，狂挂哦！你小心你的血量。看这边还有一个，嗯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这个，然后把它打掉之后，他们就会得币了。好吗？不大好。我快痛死了，我可以开大。理论上应该不用。哦，好痛。方之不怕诅咒是不是？没有啊。有屎有蛇啊，嗯，然后那个骷髅超惨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差点死亡。哦。好像有腐化区耶。哦，我看到腐，这应该是腐化区。没有，我找到路了。好。直接跳上去了吗？我清完了，你先上去好。哎、欸！啊！好多层哦。哦，痛痛。那根钉子也是钱钱哦。英文是什么？chisel 什么 cutter 什么的 chisel。嗯，反正钱钱是咖啡色嘛。嗯。对。然后我要挡住吗？我挡住。你着火嘞、欸！嗯。哇，这也死。你感冒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有。你看这个怪，这个怪底下是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，所以它会让旁边的怪不会死。哦。
有输出好低哦，因为我一直没磨。是哦。一直没磨。但那蛇也跑太快了吧？对啊，那蛇跑，有些是如果蓝色的肯定有那个。我又看到楼梯嘞。啊，我也看到了。而前面那裡有一堆蛇。开门。Achieve complete 哎。你是60等。你应该60等吧。而且他掉的东西给我捡哎 ，Burning Arrow。那是刚掉的啊。对啊。那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技能宝石啊。就我60等掉的、哦。不是，是刚好掉的。哦。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而已。对对对。害我有点开心。我现在可以点个东东哎。你可以点啊。但我不知道点的。那我现在点。要打王了。那就随便点 intelligence 如何？你在哪啊？你说我的人哦？我说你的技能数。很乱呢、欸。很乱啊。也没有很乱，就是到处都有啊。哦，就跑很远吗？反正我有十个可以那个 refill 还 refund。refund。unnatural count 要往那边点吗？哪里啊？右上角。unnatural count 吗？先不用吧。你血那一轮都点完了。对，那一圈红红都点完。就点到 return in bar 都点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往那个往右下点，等下就是有一个，就你，我不大清楚，你该往。该怎么跟你讲？你就说那个路上有谁啊？往那个 Mind Drinker 那边点，可是你没有要点 Mind Drinker， 你应该有点那个大科加30点那个力量的吧？有。就点那个 Clear Mind 吗？往那里点吗？不是不是，算也是可以的，看一下怎样比较好。要讲大颗的哦。你往那个加30点力量的前一颗，不是有一个是加10点 intelligence 的吗？然后那颗的右下方也有一个加10点 intelligence、右下方。点那个、哦。对。好，好，来走楼梯这吧。要打王哦，你先不要点那个祭坛。点祭坛就会开始，我喝个水。好，来吧。等下我先回城了。先开船点好了。好。好。摆进去吧。没有回城啊。哦，好，回城。但其实不太用欸，我没捡到什么东西。哦，我差不多满了。好。五个水瓶怎么也好。
好。What？ 那点祭坛了吗？啊。点了。你点了。好了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有啊，他在转了，有黑色的东西往他那边靠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他要出来了。啊。哦。你要记得他吗？那我可以开大吗？可以啊。有人打他吗？有啊。有点恐怖。哎，我死了。被锤死了。他在啊，他痛一下我就死了。他那招超痛的，我也会被锤死。我乱锤啊！哦，痛痛。啊！他会回血吗？反正他会乱射东西，然后还有会乱锤人，然后还有乱射，就是基本哦，好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去哪？他不，他消失了，他不见了，然后还会射雷射，好。哦，超痛，超痛，超痛！我回去一下。好。怎么办？看不出来哪个是你的、欸？没差，没差。哦，给你哦。叫我离他远一点。哎、欸，他射你！哦，加油！就这样哦。对啊。为什么跟我记忆中不一样？怎么了？我记得不是那个电什么的吗？电。就在一个高塔上，然后它还有机器会产僵尸。哦，那是最后一关的。那我们现在不是最后一关了？不是啊，现在是第二 Act 二的最尾声而已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最后一关呢、欸。不是最后一关。然后现在其实装备不一定要全部卖掉了。这是哪？好陌生哦。是哎，那个第三章的最开始的地方。不一定要全部卖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用全部卖掉了。嗯。就是会有好用的了吗？对。好。就基本上。而且现在你如果合一套的话，会换到不错的东西。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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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传说装哎、欸。嗯。哦，这个。你知道？哦，我知道。那是不好的。还 OK 吧。我感觉你很失望。有一点。不过有就偷笑，为什么、啊？这是你的，
是因为可以换到，我捡不起来、欸。你满了吧？对啊，你捡吧。我也满了、啊。哦。那先回去吗？嗯。不然怎么办？你先丢一件，先捡起来吧。反正你回来再把你丢那件捡起来就好。How you doing？你在哪？你走了？我在那个另一个，我在 Act 3的城镇。那我就要需要离开吗？啊？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去放东西？你就用船点，可以啊，你用船点可以啊。那我到底要不要卖？要啊，卖啊。你说卖什么？全部的刚捡的黄装。如果有法杖或是铠甲，上面有抗性跟生命的话，法杖不用啊。法杖如果会让你输出变高的话，可以留。铠甲是什么啊？就是胸甲，比如说像是这个，像这一件，它上面有36点生命，然后还有电抗，有加19电抗跟加36生命，有没有？可是加19趴其实有点少，像这个就还蛮不错的。啊！可是这是给的那个能量库盾有点少，而且你现在有点需要那个铠甲跟你的 Vision Rating。我可以先全部丢仓库吗？可以啊，你仓库够就可以先全部丢仓库。像这个就还不错。嗯，你有在贴给我吗？有啊，完全没看到。有啊，我真的没看到，你贴在哪？贴在那个队伍频道啊，都黄黄的而已。真的没看到。哦，我再贴给你啊。没有，还是没有。现在咧？还是没有。你有跟我同队吗？有啊。但我贴给你，你有看到啊？有啊。我想看哦。Stay out of the shadows, they bite. 看到了吗？嗯，看到了。You looking sharp?像鞋子有两个抗，然后加64生命，就还 OK 啊。然后那个手套有加73生命，然后有冰抗。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刚刚贴给你的那个、啊、东西。哦。好。我要往哪走？啊？你回去了是不是？嗯。先带你到城镇区。放火诅咒啊！会啊会啊！因为我原先以为那个就是火诅咒跟元素诅咒，就是他，我以为元素诅咒捡的火诅咒捡的火饭会比较多。
可事实上不然。啊、你看啊，哎，不要往这边走。你自己练的时候也不要往这边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有一个王，然后他会把别人夹住，哦，然后会超痛，超容易死。连我现在都超容易死。嗯。这个王死的时候会爆炸，然后是火焰伤害。他是王啊、哦哦？不是王啊，这是皇冠。哦。小心。哎、欸，没事。还是我火防会太高。他早就都爆过啦，刚才是小怪。它好痛！往这里走。你知道按 Ctrl 加上点那个传点可以叫出新的地方吧？嗯，知道。啊？知道。啊。就继续在刚刚那个图继续练。嗯。然后大家练到62吧。那不用打王啊。最好先不要。但这不是还有任务吗？都不用解了，就先不要解啊。哦，好吧。你说第三章的任务吗？对啊，就应该会有点，应该会很难解，因为怪太痛。嗯、哦、嗯，那我先下了。好、啊，好，那你要干嘛？我可能我看能不能换装备，然后不能的话我就先下了。为什么你要换装备？因为我现在装也不够好。See you. 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Here's the recipe. This box on.鞋子 ，Lightning Resist， 其实还不错。我今天脚下面长了一个大水泡、欸，哎，脚下面，嗯，摸起来超奇怪的。小心！你现在还有在开吗？我现在还有在录。哦，还是先关啊。嗯，好，先关。